科大电台小纪念剧团挛到爆，笑笑笑笑笑，甩肺连续剧剧场《不打自己人》第五集《国权的背包》。咦？点解啊？吓？点解啊？咁快就完啦？唔制啊！请不要灰心，你也会有人妒忌。系咯，王菲啲歌词啊，讲晒啦，一定有人妒忌国权啊，恶意中伤国权啊吓，所以先要腰斩呢个连续剧啊吓。你会唔会觉得自己谂得太多呢？王国权，你有咩人妒忌啊？点知啊，呢个世界嘅人就系咁 crazy 噶啦。系咯系咯，我啱啱上网见到有支可以写字嘅笔啊。吃得添噶，呢个 Debbie Baby 小姐点解对食方面咁有研究嘅？阿 Kingsley， 你唔系去到最尾嗰一集先知呢件事啊嘛？唉，我都系啱啱先发现咋。咦，你就系徐老板啊？狗样狗样。咦，你就系 Kingsley 啊？哇，真系几大只噶，笃下先。老板啊，你唔好搞国权嘅倾倾啊，眼看手勿动啊！喂，徐定富为咗摸第二个人啊？猪猪，佢系男人嚟噶，系要你一个二奶咪够啦。唉，真系越嚟越复杂啊，都系开始版啦，虚剧。唉，做咗成日嘢，终于收工啦。文西，你做咩喊啊？咩事啊？文西，做咩喊啊？哎呀，丑死怪啦！我同个男朋友乜时候闹交啊？唔好喊啦，文西，我请你食件饼饼先啦。呢只饼，呢只饼，我买过俾乜时候食噶？哎呀，唔好喊啦，喝翻喝翻喝翻个心口仔下。文西真系喊咗好耐啊！就系咁，我哋陪咗文西成晚，听文西哭诉佢几爱 muscle。 国权真系未见过平时乐天可爱嘅文西咁唔开心啊！是他自己嚟嘅咋，我都冇叫他，唉，撇都撇唔甩。咩啊？你哋啊吓，成日夜晚食饭唔叫国权，你哋唔使旨意啊，我死都要黐住你哋，黐住你哋，嘻嘻。咁冇所谓嘅，多啲人开心啲啊嘛。其实 Kings 根本就系想约国权嘅，嘻嘻。个王国权又喺度妄想啊，唉，我去一去洗手间先。Toby 姐你去啦，最好去耐啲啊。咁样国权同 Kingsley 就可以共进烛光晚餐啦。Toby， 直行转右啊。Kingsley 啊，其实咧国权啊吓，有啲嘢想讲下吓。你有咩要讲啊？国权。其实咧 ，Kingsley 你都知噶啦。Toby 姐佢虽然系女人，但系佢其实系一个男人嚟噶。你点解要咁傻要鍾意佢呀？点解你唔考虑一下你而家身边嘅一啲人㗎？哼，咁鍾意呢啲嘢冇话原因㗎嘛。同埋身边嘅人会系边个呀？坐喺你身边㗎囉。坐喺你身边嘅呢？你讲你自己呀，唔好讲笑啦。你系男人，我又系男人，点可以鍾意㗎？嗱，如果啊吓 ,Toby 系男人嘅话呢，我想如果 Toby 是男人，我都会喜欢他，但是就不会喜欢你国权讲完你一世要讲的，你等你没得讲。你们讲的什么啊？为什么王国权好像这么激动的？没事啊，讲些无聊的东西。是啦，这个连续剧就是这么无聊的啦。国权和 Kingsley 就当然是讲无聊的东西啦，嘻嘻。都不知道你们两个搞什么。即使 Kingsley 点谂，国权都会默默等待噶。忘掉天地，仿佛也想不起自己。仍未忘相约看漫天黄叶远飞。喂，靓仔。
喂，王国权啊，你打波做咩啊？冇啊，想听下你把声啫 ，Kingsley。好玩啦、啊，想点啊你？冇啊，想讲少少嘢你知噶，少少嘢关于 Toby 噶。其实咧 ，Toby 啊吓，你睇佢系女儿身，但其实佢系男人心噶嘛，即系咧，其实 Toby 佢系一个男人嚟噶。咁我鍾意佢就鍾意佢个人，唔系鍾意佢性别啊嘛。同埋都唔明你讲乜嘢，王国权。Kingsley 啊，你实在太痴情啦 ，like 爆啊！咦，吸人先嘅。照咁睇 ，Kingsley 呢个咁正嘅男人都系鍾意 Toby 呢个男人婆噶啦。见到 Toby 有咁好嘅男人照顾，都觉得几好嘅。但点解唔系 Kingsley 照顾国权啊？边个系编剧啊吓？点解吓？个连续剧发展成咁噶，最尾一集都唔俾幸福国权啊吓？衰！喂喂喂，揾边位？系我啊，文西啊。做咩咁嘅声啊？我啱啱有同 Muscle 闹交啊，仲讲到话要分手啊。听到文西咁，国权个心都好心噏啊，唔好咁啦，笑翻啦。我真系好中意，好中意个男朋友 Muscle 噶。啊，系啊，文西有冇睇之前八婆杂志入面讲罗仲谦啊？佢又唔着衫，好大只啊！国权见到即刻剪咗佢出嚟咯，咩事啊？啊，点嘅先？你讲到咁，好想睇添。仲有啊，就系咁，国权就同文西倾咗成晚啦。总算文西都冇咁唔开心啦。话晒国权同文西都系自己人，见到佢咁，国权都好担心佢啊，好唔开心啊，咦？大家早晨啊，嘻嘻。唉，早晨啊。喂喂喂，王国权，咩事啊？讲啦。知唔知今日点解文西咁急嘅？佢系咪又同 Muscle 嗌交啊？哎呀，傻猪嚟噶，唔好喊啦。咩事啊，文西？我听到你哋讲我男朋友 Muscle 啊嘛。我哋讲到咁细声，你都听到？你哋咪以为出低把声？我都听唔到啊嘛，嘻嘻，咁啊，个个同事都系关心文西你啫，睇下国权今日着咗呢条 lace 短裙，靓唔靓啊？好靓啊！加埋呢对战狼三百凉鞋，哇！咩系战狼三百凉鞋话 ？Baby baby， 国权呢一对咪系咯？你有冇睇战狼三百噶？啲男人真好大只噶！哎呀，流咩气都流口水添，佢哋着嗰啲鞋咪国权着嘅呢对咯。哎呀，好痛添。点啊你 ，Debbie Baby？ 咩事啊你 ，Debbie Baby？ 冇嘢啊，我俾粒咁钉整亲只手啫嘛。我咧成日都咁大头虾噶啦，好心你就小心啲啦。成日净系识食同撞板。早晨啊，各位同事。早晨啊，夫妇。咦？文西做乜扑咗喺度啊？而家翻工唔使做嘢噶？哎呀，文西失恋啊，咪俾佢冷静下咯。失恋大晒啊！失恋就唔使做嘢噶啦，我够失恋啦、啊，我咪又系要翻嚟闹你哋，同你哋讲公司生意唔好啊。系咪又讲佢同佢二奶猪猪啊？猪猪边个嚟噶？唔好咁啦，富富。唔开心就等国权呵返富富啦，呵返你个心口仔下。死开啦，王国权，猪猪唔要我啦。而家公司个 situation 好严峻啊，一片愁云惨雾，文西就成日好似冇咩反应咁，老板富富就成日喺度唉声叹气，
气氛好奇怪啊，好惊啊，好惊啊，好 scared。不过 ，Debbie Baby 照样成日食嘢同整亲自己，成间公司得翻国权同 Toby 喺度做紧嘢咋。咦，有信信喺信箱嘅，系咪寄俾国权嘅呢 ？To Mr. Bobo Wong 国权，边个寄噶？等国权拆开你先。吓、啊！喂，王国权，咩事啊 ，Toby？你做乜嘢啊？把声咁嘅，你又化你个 Avril Lavigne 妆啊？不过似熊猫眼多啲、啊。咦，郭琴琴晚瞓唔着啊？郭琴，你个郭权咯，王国权。哎呀，是但啦，唉。点啊，你 Bobo 咁嘅声嘅，连我 Debbie Baby 都知你唔开心啦。吓，系咩？郭琴冇乜嘢嘅，都唔知道你个王国权搞乜嘢啊？郭琴翻埋位做嘢先啦。唉，都唔知而家间公司搞乜嘢，文西又失恋，个徐定富又有感情问题，而家连王国权都系咁啊！哎呀，好痛啊！点啊你 ，Debbie Baby？ 冇啊，我唔小心 kick 到，好痛啊！你啊，小心啲行路啊嘛！唉，我扶你啦。而家间公司入边好似个个都唔开心咁嘅，呢套连续剧。咩唔系笑笑笑笑到甩肺嘅咩？唉，我都唔知啊。喂，王国权啊，有兰今日特登约你出嚟，想问下徐定府呢个死佬喺公司入边有咩动静啊？冇啊，都系咁啦。咩叫都系咁啊？究竟点噶？可唔可以讲个清楚啊？富富佢公司一直都系揦埋块口面咁咯。吓，你讲真噶？坚唔坚噶？系啊，佢系咁话，好中意佢个二奶猪猪、啊。个社佬都唔知系咪真系咁噶？咦，猪猪，你做乜喺度嘅？徐定富，你又做乜喺度嘅？唔通你又同你三奶喺度幽会？你好嘢啊你，徐定富！我冇同三奶幽会啊，边有三奶啫？我有你一个二奶猪猪咪够啦。咁你喺度做乜嘢啊？阿王国权佢留咗把遮喺公司，我听佢讲佢今晚会喺度，咁啊谂住睇下可唔可以喺度俾翻佢咯。点知猪猪你喺度约咗国权啫？唉，估唔到徐定富你一个考试头、啊。我真系冇包三奶噶，猪猪，你信我啦，我真系好中意你噶，猪猪。算你啦，下次唔好啦，定富。你哋好翻就好啦，场面好感动啊，国权都系走先啊，你哋喺度撑台脚啦。嗯，好啦，拜拜，王国权。知唔知啊，猪猪？我见你一阵挂到个心啰啰挛啊。咦，唔好探人啦。我讲真噶，猪猪，